主料面粉鸡蛋一只，辅料糖牛奶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将鸡蛋打入面粉中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糖，用牛奶和面浆按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，直到面粉见不到颗粒，全部材料融合到一起为止。煎的时候小火慢煎，以免外面焦掉里面还没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